事啊嘛。好在你及时赶到翻嚟叫醒我，如果唔系真系反文覆术啦。我揾到啦，你听系咪呢啲？系呢啲啦。我即刻帮你攞去占咗佢，你顶多一阵喎。究竟系咩人？边个指使你杀皇上？能够知道皇上行踪嘅人冇几多个，系宫入面嘅人派你嚟嘅。唔好谂住阿独狼死啊！到底边个派你嚟嘅？佢死咗，只需要靠一口气，唔需要借助外来嘅力量，就可以震断经脉而死。呢个女子唔简单。末将参见六王爷，唔知六王爷叫末将嚟有乜嘢吩咐？我由京城赶嚟，系为咗皇上失踪嘅事。臣失职，臣罪该万死。今次皇上微服出巡，系由你负责保护。而家皇上失踪，净系呢条罪，已足以令你人头落地。念在你曾经跟本王征战沙场。我准许你自行选择死的方法。你打开个盒，拣一样武器自行了断。你可以选择死，亦都可以選擇榮華富貴。行刺皇上的高手是你的人，我灌頂向來只會用最頂級的高手，而你竟然有本事制服我的人，那就證明你是不簡單。我就算死都不會做出背叛皇上的事。你一生愛民，希望做回大事，不過很可惜啊，一個可以統領百萬大軍南征北戰於沙場的大將軍，竟然淪落到要為一個昏庸無能的皇帝安排玩樂節目，仲要睇皇帝面色嘅滑頭。真係可笑啊！喂，喂，你哋兩個啊，又唔係求財又唔係求色，咁你捉我翻嚟做咩啊？我話俾你知啊，我個好姊妹啊，阿大妹啊，佢好好打噶，你正正地就好放咗我。唔系，佢连脚都勾跛你哋啊！收声！唔好打，唔好打，我收声。望住嗰边，唔准望我嚟，唔系眼都画埋你噶。系嘅。你点解捉佢翻嚟呢度啊？呢个女子可能对我哋好有帮助。呢件系咩宝物嚟噶？点解系出嚟字体？呢件系天眼神球，有咩作用？天眼神球系属于可以探测方位嘅宝物。你有冇留意公子一直佩戴嗰块晶石？就系公子佩戴喺腰间嗰块晶石。冇错，嗰块晶石系充满磁场吸嚟嘅晶石。只要有足够阳光，呢个天眼神球就会凭外界磁场反射，睇到公子所有身边嘅景象。咁神奇？怪唔得以前公子有咩事行开，你总可以喺第一时间之内揾到佢啦。我怕公子戴咗之后唔系咁自在，所以我一直冇话俾佢听，净系话俾佢听嗰粒晶石系波斯传过嚟。但系万山兄啊，呢件宝物而家入面并无任何显示，咁系意味住啲咩咧？自从公子失踪咗之后，呢个天眼神球一直冇动静，我真系恐怕公子已经。不过一直等，希望有消息。唔通公子已经？
入面有啲影像喺度喐动。灵魂大妹姑娘，你终于都醒啦！我瞓咗几耐？你瞓咗足足3日啦，不过你睇嚟好似精神咗好多啊！都系多得姑娘你照顾。哎，小心啊！唔好意思。系人受咗重伤啊，都会脚软软噶啦。我攞啲水俾你饮啊。公子仲未死，公子一定藏身喺山洞里边。我哋喺度人生路不熟，又点知道山洞喺边啊？呢个就系留佢喺度原因。你饮啲水先啦。唔该你。我煮咗啲粥啊，阵间你食咗再休息一阵，你好快就会恢复体力噶啦。你真系一个好人，你心地咁好，将来我要10倍、100倍咁报答翻你。其实点解有人要杀你嘅？一句话，高处不胜寒。唔通你真系坏人？坏唔坏就要等我死咗之后，世人千秋之笔先至有个功啦。咩笔啊？乜你讲啲嘢咁怪噶？你到底咩人嚟嘅啫？我唔可以讲我真正身份俾你知。懒神秘咁，你估你系皇帝咩？做人啊，使乜咁紧张？斯斯缩缩咁。你讲得啱。如果我可以选择嘅，我都想做一个平民百姓，每日可以好悠闲咁吟诗画画，你话几惬意？乜你讲嘢咁严肃噶？啊，你个人真系好怪。我应该点称呼你啊？在下姓赵。赵公子。姑娘，有一件事我想拜托你。无论如何都不可以将我哋嘅行踪话俾任何人知，我唔想再一次招惹杀身之祸。得啦，你系特别人物啊嘛。仲有，我想揾两个人，一个叫万山，另外一个叫龙双。佢哋咩人嚟噶？你而家睇紧嘅 TVB USA 官方频道，想睇更多 TVB 精彩嘅节目片段，就快啲揿埋下边呢一个钟仔订阅啦！